FSB 是今年积极推出不同款式的电源供应器，最近就推出一款新的产品 Hydro X 系列，采用高效率 DC to DC 电源转换去提供正 12V、正 5V 和正 3.3V 的电源，还选择 100% 的日系电容作为产品的用料设计，加上具备 80+ 金牌认证和长达5年的保固，令到用家使用时候更加放心。FSP 全新 Hydro X 系列适用于文书、游戏平台或者24x7长期使用的电脑平台。在造型设计上，以简单的黑化金属外壳搭配长形圆滑的开孔，制造最大的通风面积。里面的 110mm 散热风扇就用了静音设计，在 60% 负载以下运作的时候，只会维持在大概 780rpm。Hydro X 系列设有 450W、550W 和 650W 合共三个功率型号，还为了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，用了 DC to DC 电源转换技术，输入的加炉电电源经过滤波、整流和降压等工序之后，会产生正 12V 电源，再通过 DC to DC 转换技术去产生正 5V 和正 3.3V 部分，大大提高正 12V 的电源转换率，亦都有效避免电源的流失。在零件方面， Hydro X 系列用了 100% 的系电容，令到寿命和稳定性得以延长，还加入了一组 Eco Minion IC 晶片，专门负责正 VSB 供电。 Eco Minion IC 可以提供高达 82.5% 的转换，同时电脑在待机的时候亦都可以保持节能。为了减少电源供应器里面 MOSFET 部分的发热量， FSP 特别挑选只有 1.2-1.8mA 级别的 MOSFET 零件，令到电流通过的时候产生的热量大大减少，同时也都有助增加电源转换率，令到 Hydro X 系列可以拥有 80+ 金牌认证。在 50% 负载的情况下，它的转换率可以达到 92%。 线材方面，Hydro X 系列同样采用扁平的设计为主，同时也都提供足够的接头数目。当中 650W 就设有两组 PCIe 6+2 pin 去应付高阶的绘图卡，也都提供多达10组 SATA 电源满足用家所需。除此之外， Hydro X 系列符合最新 ATX 12V 和 EPS 12V 标准，还拥有 OCP、OVP、OPP 和 SCP 等保护机制，加上由 FSB 原厂提供5年的产品保护，用家使用的时候就更加放心。